这神术是假的！他谁呀？神术霸道的！那谁呀？这不快，麻烦你把雕像搬起来。雕像眼眶通有小孔，中间有一处空间盛水，坐下铜条连接香炉，香火旺盛，引得香炉炙热，接入石像之铜条也随之热起，将石像内锁住之水烧开，水气自小孔散出。 在外凝结为水滴淌下，就成了眼泪。怎么会是假的呢？你们看到了吧？雕像流泪是假的，神术它也是假的。你快看！你看那儿啊！来人！什么呀？给我砍了！大家冷静一点。 你们应该要拜的神树，是他，江一平。你们那些从天而降的首饰，都是他给你们的。为了保护许愿树的神话不被破坏，他不惜拿出家中所有的首饰。所以你们该拜的不是这棵树，而是江家大小姐。